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跳由我们水水舞娘陈娟娟老师第一次编的舞蹈，属于恰恰舞蹈《风采》。歌手是我们的杨清桦，大家都很熟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拉丁的舞曲。一开始呢，前奏停两个八拍，前五右脚退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。好，注意呢，你的夹脚该夹脚的时候要夹脚，恰恰恰，身体要往上拉，不要因为下压然后让你的身体变形。注意啊，前面的脚膝盖直的，后面弯，退后，恰恰加上手，基本恰恰恰，前进恰恰恰，再一次恰恰恰，做 sporting 流头踏转，恰恰恰。好，接下来做四个啊，做一个箭步的东西哈，箭步对，右脚前交叉，好，身体反身一二，恰恰恰。好，反身抬头二二，恰恰恰，三二，恰恰恰，四二，恰恰恰。看到我这衣服哈，要感谢我的赞助商都提供我这么多的衣服，好，让我很亮丽的在这个影片前面呈现。好，以上这是前五的动作，第一段扇形开始，基本恰恰恰，好，直线直线直线转身，因为恰恰比较快，所以你步子要小，恰恰恰，好，扭转，腕马上要到定点，然后大腿内是要夹住，腕。Two， 好，站上去 ，Two， 恰恰恰 ，Lock， 好，现在左斜前方 ，One， Two， 转身，再恰恰恰，好，这个扇形动作我们再示范一次啊，预备，退后，基本恰恰恰，小步小步恰恰恰，好，扭转，大腿内侧夹住 ，One， Two。恰恰恰，好，四十五度 ，one， two， 恰恰恰，好，接下来一样四个，好，前交叉，跟我们前五一样，四个前交叉 ，one， two， 恰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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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接下来第二段。四次同样的动作，好，右脚开始恰恰恰，左手胸前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注意呢，你的前面脚膝盖要直，后面的脚弯，好，夹脚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好，双手旁边，肩跟前交叉，肩跟前交叉，好，以上动作连起来，为各位示范一次，预备，开始。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二二三四。好，接下来右脚夜门恰恰恰，夜门步做四次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一二三四五六前交叉，夜门恰恰恰，夜门恰恰恰。好，因为这里很快哦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站稳，夜门恰恰恰，夜门恰恰恰，好，要做四次，全舞就结束了。好，现在我反向为各位示范一次，数拍子哈，预备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第一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。五六第二段，好，第二段开始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做四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结尾上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由我们水水水这个陈君君老师编的风采，谢谢大家。